喜乐。阿门。对，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是转眼之间。阿门。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，阿门。哦，主耶稣，哦，是你拣选的。赞美神是他成为你美的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荣耀。阿门。黄澄澄的生命的气息也在他的手中。什么时候要出来？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。没改名叫木二区，然后他就到学生区照顾青少年了。然后之后，现在就是我们结婚之后，他就回到我们区。阿门。都数算到自己的这一项。就是感谢主给我们，就是给我一个这样子的姊妹，然后一同的来过这样子的教会生活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好了。阿门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也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会用自办的方式，就是回到以前我在五羊段告诉我们，就是自己带着空班自己下去做。我想这一块是我们比较专长的这一块。那公司交办的使命总是要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蛮震撼的，就是有一个小朋友，他突然跑到我的前面挥了我一拳。五月那时候都是埋头苦干在读书，然后那时候读书就是一直读，然后连吃饭的时间都觉得不够用，然后其实但是效率其实没有很好，因为就是一直读在那。那时候刚出生，就张恩琪刚出生，我第一天然后就跟 HT 签合约，那个罚款是$10,000，哇，就签了。对对对，我还记得在家签的嘛。那回头看一下家里人，就是说这些责任都是在自己身上。每一天发生的事情，其实我都觉得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阿门。就像我刚才讲，就是说我之后帮人家打工，我一定不会有抱怨。那其实现在生活每一天都发生我们自己身上。我们有一个大老板和主耶稣。阿门。100岁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所以呢，我在40岁的时候，得救受浸，主的怜悯拣选。得救受浸之后呢，我就一直扒着主不放。我很清楚说，人生再怎么长，都是像传道书讲的一样，虚空。虚空，虚空。阿门。这个我全部都。因着恢复聚会，然后慧晶姐陪我们成型，一步一步。我们从罗马书开始慢慢读。阿门。那我觉得说，以前读的，我都懂啊。其实这个也都教孩子背过啊，儿童班全部都大家背过了。可是，在那时候读的时候。我觉得蛮感谢的，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国高中生啊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小屁孩，没有啦，就是现在不能当小屁孩，现在不能当小屁孩，就是很喜欢。我有点就觉得主，我还蛮喜欢怎么办？我觉得感谢主，六月的时候学校的有一个高三的准备毕业，长期以来他是在乡下，对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办法陪他，我没有办法陪他。他今天他上来，我觉得我们有更多的这种，虽然他现在失智，但是。有时候风雨风雨也是很好玩的，喜乐，对呀，喜乐是喜欢的风雨。还有别的，最重要的是他信主了。对，他信主了，就是说在他清楚。今年结婚订没，就是那个结婚登记了，订婚。不，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了。然后那个结婚又生小孩了。然后11月28号凌晨生了一个女生。孙女儿，好，2600。阿妹备用的东西，对她没有入选，所以几乎想不起来她到底是怎么来。所以后来最后有想起来，就是赶快把资料送出去的。哦，对，谢谢主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公司的组织成员有点变化，就是有上市柜的公司入主嘛，对，就变了很多程序。好像。生活着，跟着弟兄姊妹们，对那些，就是你想想，还是真的很受弟兄姊妹的照顾很多，真的。阿门。不管在生活上啊，还有些，像阅历社会上都是。哎，
琪和允琪，我觉得主你很奇妙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带给让我们认识这个宝贝的家庭，然后至今呢，在失去爸爸之后更爱主，更投入家庭生活，并且他有个负担要把孩子也带到家庭生活的里面。主啊，这实在是与教会中儿童的工作是，这叫怎么讲？一拍这一有一句话怎么讲？又没有儿童，又没有青少年，然后那时候就跟主有一个祷告，说主啊。在这里的见证，你自己来护庇，好，然后跟主要有新的家，要有儿童，然后主很奇妙的，就像我已经讲的，哎，至今这个家回来了，阿们，好，然后那个还有，不是一开始是乐乐，一开始就讲到有乐乐的这个小朋友，有乐乐这个孩子，然后再拿哪一个这个好不好？好，来先翻一下。照菜吗？还是照什么？照我们大家。照人，因为每一年就要拍一张。好，要做什么？常常喜乐，无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哇！他还要拿那个，走。